薛玉皇前大脑宕机，妈妈太累要重开机。那朋友家我很熟，我这个闭着眼睛都可以到。然后反正就是开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导航就天灵行程，重新规划路线。我就想说，那你赶快规划。最近有些年纪没有很大的女性，就是忘东忘西，然后忘得很严重。出门想要打电话，你贴起来，那也要空气。他们的研究很妙啊。他说我们知道高血压控制不好，有时候对心脏不好，他们说发现对脑也觉得很好。哇！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